对，把皮炒干，把肉把它打了。如果要再大就可以去做，如果这样就行，就按这个模具来。就这个就行了。这个就行是吧？这个有多少克啊？称一下。称一下。这个跟你的皮有关的，你皮厚一点还重一点啊？薄一点还轻一点？对对对。不是，我现在去称一下。就是像什么？这上面有。全部做完啊。跟。哎呀，整了它要特别多一点了。它每个串都是一样的。这个一个小时可以做多少？先看你速操作速度，你操作速度快一点。啊，你是两张啊？你一张太薄不行。你到时候做角度低。我这个是，那我跟、等一下去。你都不要做的像它这个薄，这个薄，这个太薄了。哎，这个清洗。很方便。这个比较方便哈。非常方便，你把这个拆开就好了。拆完没有？我这个每一次都按，这多少钱？23800。这个这么贵？已经很便宜了，我们现在是在搞27000多。可以了。嗯，可以了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这边，这边。可以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。那就按。